吗？好，那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现在是4月15号，那欢迎来到我们的波伊斯房间。那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呢邀请到了林廷芝，那我们的嘉宾呢是 Kila。 对，那要不要请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好，大家好，我是廷芝，然后这是我的工作室，然后跟健身哦，对，哇，这是一个听起来好冲突的。我们甜点是低卡低热量的甜点。好，没有问题。那这部分等一下一定要跟你请教一下。那好吧，那我们要不要请廷芝来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室状态，跟他的平常使用的一些用具啊？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昨天有特别准备了一下，就是我们家要用材料，就是一些调和的单子，然后。其实我们真正说话会是在里面，然后这边比较是办公写作的一个区域，这样，所以这边看起来稍微干净一点，但是里面就是比较可以挥洒一点。然后这边是一个比较复合式的空间，就是我这边是当工作室，然后也会学生也可以来这边上课学习画画，然后旁边也有那个艺文空间，大家可以看展览。然后我最近就是第一档的开幕展是我的歌唱，然后在大家可以过来看看。好，然后我们4月30号的晚上也会有表演，30号晚上准备了精彩演出，到时候可以。好，你可来录。刚好我们店29号有表演，所以大家就来看。互相约一下，互相约一下，都可以出现这样。那其实对你来说，你的创作空间跟生活空间是可以重叠的吗？对对对。哦，是可以的，所以你就是有时候吃饭，然后突然想画画就去画画。对，很干。那这里这么干净，实在太不自然。哇，因为我觉得就是阅读写作，因为我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我可能会先需要冥想，然后让自己心静下来，然后先画一些速写，然后抓到一些自己的感觉然后再进去进行大画补充。了解，所以说讲到速写的话，也就是说你在创作前其实还有一些流程要进行嘛。对，像我这本书就是之前有为期一年的，就是规定自己每天要画哪画，我就是会每天利用这个画这种就是不打草稿的这种流动的速写的方式，然后去捕捉自己的当下的直觉，所以每天这样画就很像你在写日记，对，很像你透过绘画去整理你自己内在的思绪。因为我们的意念很多嘛，那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有效的快速的，其实是每个艺术家在打开他的灵感机制的时候，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你怎么先把外面的东西先清空，然后回到自己内在的状态。那 Kila 有没有曾经像这样，就是每天想要做一点日记啊，或是像这种手绘的小东西？曾经以前学生的时候会每天写日记嘛，对，会偶尔画一点小插画啦。可是我都持就是没办法保持很久，我觉得可以持续运动，好厉害哦。对啊，持续运动也是一件很厉害，因为你就一直在关照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对，然后要吃什么，要怎么，对，还有每天控制饮食啊，我觉得这也很难，是非常难，超难。真的超难哎、欸！身边有很多猪队友，朋友要拉着你出去烧烤啊，烧烤啊，火锅、宵夜。哎、欸，对，宵夜在那里。可以喝吗？是喝水而已。那天都行，好吗？那喝水。那像你看到后面这些比较大尺幅的作品，大概都要花多久时间来完成啊？对，其实我的时间可能都一直不断重。哦。对我来说，就是。他们好像都没有完成的那一天，
那如果说硬要任务完成，只是说，哎，目前好像可以先停在这个有趣的地方，对，所以我会花时间去，譬如说我现在画了这个段落，然后我过一阵，我就是没有感觉这个房子，然后过一阵子再拿出来看，然后再慢慢的叠加我的想法进去，所以它不是，因为它不会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中完成，它可能是重叠很多时间。但当然也有那种一气呵成的时候，就是各有不同的状态。因为像那一张，你看到它就是有叠了啊。我们今天会用材料就是项链，我们会去把它做出一个洞去。然后我那张的概念是地底下的王国，所以它是土壤底下微生物啊，还有土壤底下蝠王啊。然后我们看到又狗狗，然后又狗狗，我想说是有两，是啊，对呀，又狗狗，然后后面狗狗，然后有一只蟋蟀精灵在。就是我去想象地下的网络，就我就做了很多洞穴，然后让那些洞都跑出来，就感觉像洞里的画面。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先把这些洞穴都做出来，然后做完之后我就等着开嘛，因为就可以出画。哦，了解。之后就发现，哎，里面好像有一只狗猫，有一只什么东西的，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叫出来。哦，所以他们就是不同的时间这样。哦，了解。所以就是一边在操作的时候，又一边有想法，那一边它又变成什么样子？继续去创作它。对对对对，跟你不一样。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先冥想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先把那个感觉做出来，然后再慢慢的看你想要画成怎样。好，会弄脏手，没关系，没关系，好，不要弄脏它就好了，好，你不要洗了，好，不要动，没有问题。好，那那蛮好奇是，如果照你刚刚这样子讲的话，你的作品它常常其实是没有一个完成的这个状态，或是用完成来定义它的话，那你要怎么去决定说它现在是一个适合展出的状态呢？应该是说，我觉得它里面的故事，有被表达出来。哦，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故事，它会不会有一天说，你觉得它，哎，我好像又有什么想法，就是不讲。都会有，可是基本上我决定拿出来，就是我觉得他说完了，然后我不用在家，我在家可能是太多了。哦，了解。那你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艺术的？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根本的问题，对不对？你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说，哎，我想要走这个东西，我想要接触的东西，这东西是我的兴趣，这样子。从小就有在接触，哦，一直以来都有，是不是？以一个一直以来都有接触这种台湾艺术环境的人来说，以这样的创作方式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也知道，台湾一直以来训练的方法可能就是画描、画静物，或是可能是声学机制下的一些绘画方式啊。所以，你当初在转换成这样的创作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困难？哦，我蛮妙，因为我刚刚。然后大学是念，然后这两个教育体制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方法。然后一个是比较重视技术，一个是比较重视思想想法。然后所以应该是说在经历过这种只重视技术跟只重视思考思辨的部分，然后我就去想说，那到底要怎么样把它融合在一起，就不要偏离那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从哪一条路开始，你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艺术这条路非常长，然后它一定是要你可以乐在其中，你有办法很成就你自己。我们就是它可以真的是疗愈你，就是为什么我会带到疗愈或者是冥想这部分，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可以带出太多的可能性跟未知。就是我永远不会知道，哎，我下一张会画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永远有很多的秘密，或者是很多的谜在等待你去挖掘、去发现。就像你好像，如果你做冥想，我觉得画画有点像是你打开一个渠道，然后让很多东西流进，然后你可以去借由这个渠道去学习，你可以去向未知学习，已知可能就是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啊。之类的资讯可能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
们跟慧芝学发展可以学到更多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资讯，所以我觉得创业是蛮个人，就其实不管你处处什么环境，然后接受什么教育，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自己。那会不会没有东西进来？对，好问题耶。我怕我等下搞不进来。好啊，没问题啊，你绝对要开始，现在就可以开始。介绍一下，好，这个是乳香菌，它是植物的那个油脂，它是纯天然。然后我安吉尔就是用它来连接一个组织，然后我们会先滴在手上，然后待会我们一起冥想。然后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跟我们放一讲，然后欢迎你们，这样，然后放松。全部的力量是要好，然后我们在胸口想象你心轮，想象你有一个意识的小光球，给它颜色，把你所有的意念都集中在你的胸口，有一个小光球，就带着小光球一路往下，经过心轮、下神经丛、脐轮。大腿、小腿到脚底，在脚底的时候，我们去连接大地之母的能量，去想象你踩过的沙子，或是森林的土壤，你去过大自然，有很多的声音，把大自然很好很好的能量从脚底带回小腿、大腿、海底轮、脐轮、下神经丛、胸轮，再到喉轮、眉心轮、顶轮。好，现在你意识小光在你头顶空，那我们带着小光球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天花板，离开城市，离开地球，来到宇宙，来到太空。好，我们现在来到银河系哦。银河系里面有很多的星星，再继续往上，来到银河系的尽头，来到一层光，一层黑暗，一层光，一层黑暗，你交给付出，呼吸过去，来到一个光很亮的地方。再往上，往上来到一个彩虹果冻的物质层，再继续往上来到一个纯白的光。好，我们待会都在这个白光里面了。你可以去想象一片很纯白、珍珠的白光，包围着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光球。那你可以把你手放这里。那无论的允许，可以把你观看。那我们大家也一起在里面去找寻我们的灵魂伴侣吗？然后先开始第一个冲进脑海里面图像。我们的灵魂伴侣，如果你有看到，哦，真的吗？嗯，好，那你可以跟他打招呼。你想跟他说话。就是简单的冥想，
是刚刚的云桥其实看到路，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看到路都不一样，就我刚刚也看到老鹰，然后我觉得老鹰这个力量组成很有趣，因为在印第安里面的他们的他们对于一个动物，他们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原始力量的动物，就比如说你有老鹰好了，那代表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很愿意挑战的一个精神。对，那老鹰的它的习性是什么？就是它会飞很高很高，比起所有其他的鸟类都有高。其实老鹰算是印第安人的守护神，因为他们会把老鹰的羽毛插在那个头上，就是代表你有勇气的力量。那老鹰它飞很高很高的时候，它是要突破天际，飞到你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的灵魂都是老鹰，代表你是非常可以挑战自己，然后一直往很高很高的地方走，然后也代表你是可以越过你自己的阴影，然后到太阳，因为你是追逐太阳，你不是。可以帮我，可以帮我接。那时候，然后反正就是，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下，什么是你目前的阴影，然后什么是你在追逐太阳，然后你其实是可以跨过去。你觉得老鹰有符合你的状态或者是个性？个性可能没有，但状态可能有。哦，状态吗？对。他说，他说你可能是一个。有心灵组织的领导，或者是个老领导，对，就是你可以活出完整女性的生活，然后你可以有一种先见之明，就是你可以帮人家看到更整体的趋势，很厉害，听起来超厉害的，对，老厉害了，因为他就有一个锐鹰眼嘛，他就可以看到更多。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看灵魂动物是说，假设你看到这个动物，然后你觉得，跟自己好像没有很符合，那可能代表它，对，对，你可能需要唤醒那个力量，就是你可能藏这股能量，这个就想，就说你其实可能可以很有勇气，就是可以怎么样，很有领导能力，可是你可能忽视自己有领导能力这一块，就是有勇气的这一块，那你就可以唤醒这个力量。开启这个动物的一个灵储存力量。那跟我自己看到的对那鹿吗？我觉得鹿它本身是比较，因为你看鹿跟老鹰比起来啊，鹿其实稍微胆小一点。所以如果我就可以这样看，就是说，如果你看到鹿，看到老鹰，那会不会是你可以从鹿转换到老鹰？因为鹿很敏感啊，对，它风吹草动就躲起来，然后可是鹿又其实也是很有灵性的啊。那你刚刚说温柔，对，鹿非常温柔，对，所以从温柔到刚刚的那个老鹰的那个温柔是不一样的。因为鹿好像比较是，它可以察觉到别人的感受，它比较有同理心，然后可是到老鹰的话，它可能就是察觉到别人的感受，它可以带领别人，或是。帮点他的，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应该算是一个冲突的东西。你说鹿跟老鹰吗？冲突，可是我觉得是反差啦，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蛮像我个人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差的。你有反差是不是，就是应该有些东西是，就我个性其实是有很多地方是很矛盾、很冲突，应该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会不会是你外表给他的感觉就是比较温柔，然后比较敏感，他只是内在说，我想把你逼成这样，我想飞你高之类，就是可能会有这种冲突。因为就像我以前，像其实我以前是学体育的，是打排球，都是体保生，排球，你是体保生，对。但是其实我到现在讲出来，就是没有人要相信。而且潜艇跟健身房就蛮冲突的，对，就是一个潜艇就是一个路的嘛，然后。那个健身就是老鹰之类的，对，对，一直常常会有。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可以设计一个演出，就是结合鹿跟老鹰，你觉得怎么样？对，我现在要这样想。你刚刚好啊，好啊，那我们来玩。我们很快就进入混合，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这边我准备了一张，我是要先让他出场。
我觉得他一直单飞蛮好的。他刚刚也在叫我们吗？我们刚才牵手都还在摸，想说哎、欸，大家怎么都这样了？都哎，没人理我吗、啊？对对对，还想要摸。好，然后你可以去画出你刚说的鹿跟那叫什么老鹰的结合，然后你先凭感觉乱画。那等一下，如果你需要参考的话，你再画。你先随便乱画，这样画的丑都没有。我可以给你偷看一下老鹰的。哦，对，你可以把你印象中你觉得那个特征画出来，比如说，因为每个人观察的角度一样，就是有人是喜欢鹿的灵敏，可以跑很快。那你看到是脚，那你就画脚就好，你不一定要全部画出来。所以你可能可以着重你喜欢的部分，比如说老鹰，我感觉是眼睛，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感觉那个眼睛一直在看我，然后它很会，所以其实我没有看到它在飞，我是看到它在看我，所以我觉得很好。你可以画一些你觉得对你来说很有感觉的部位。因为你刚问我说，其实我没有看到它，我只看到它一个。先看到脚的线，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机理做出它的线，就是我们可以只做一部分，我们可以不用。停止在刚刚帮 Kira 看的时候，也是有看自己的吗？还是就是全全的在帮他看这样子？我就是专心帮他看。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今天的创作也会跟 Kira 的这个动作有关吗？我倒是忘记了这件事。但今天吗？我可能也会跟他去说。了解了解，好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们不知道怎么下笔，我大概看到。他们的眼神很锐利，就会觉得很有穿透性。对对对对，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的步骤是，就是去找近似于刚刚在观看自己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动物的特征还有角度吗？对，就是先把它的意象给捕捉出来。嗯、对，因为像对他而言，他对那个脚，就是怎么讲，比较印象深刻，所以他可能就是会想要着重在他
吸引他的部分，就做那我是对眼睛的部分比较那个，就可能会想把那个凝视的感觉，动物的凝视给画出来。了解。那因为雨乔啊，他是算是平常比较没有接触绘画，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图像跟图画。是不是真的看起来很凶？但我觉得会跟画很像哎、欸，我觉得画出你觉得可爱的感觉啊什么的比较重要，就是你喜欢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有一部分是像的，那有一部分是你觉得有趣味的，所以你也不一定要只画那个，你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想把碰碰加进去也可以，或者会看它，也蛮可爱的。就是你一些生活周遭的东西。有啊，碰碰现在一直在观察你，一直在看我。对，没错。我之前画过两幅画，也都是在画它。会不会你等下画一画，哎、欸，真的就越来越像碰碰了这样？然后碰碰想那种长脚的，对，长脚的碰碰。没有我长脚。所以这个阶段对婷芝来讲，它就是做一个草稿的阶段，对不对？对。那在做这个草稿的时候，因为看你过往的作品，其实上面都会增添一些打底记的部分嘛。那但是那样子的话，势必会盖掉底下的草稿。那你觉得这两个过程对你来说，是为了要厘清什么样的步骤，或是什么样的方法吗？应该说，草稿只是一个，就很像素描 sketch， 就是捕捉你意念的状态。但是真正作画不一定要照草稿，真正作画还是，因为你有点像暖身啊，我们现在也在暖身，所以等一下就算你不画路的问题，对，主要还是因你等一下的感觉。所以你们现在是先在纸上去做描绘，然后等一下才进入这个画布的部分。对，好。好的。所以婷芝在目前的这个纸上草稿部分，其实是已经差不多了吗？哇。这么快？对，你不要想把它们两样都画过去。可乐眼睛有挖下来，帅哦，很帅啊！想说怎么那么快就画好了？其实对你身边有感觉的话，你也可以。哦、就可以拿来当画面装元素。听说你觉得很帅，可以把它画成好。就是没有局限。哦，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平常绘画这些主题跟题材是怎么决定的？就是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很有感觉就画出来了。那像你刚刚讲那个地理王国的部分也是吗？对啊，对啊。就是它是从哪里突然给你这个灵感的？
做梦，还是我以前就想画，我会好奇，就是除了我们人在这中间看的东西之外，哦、上面跟下面是什么？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对对对对对，哦、就像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看土壤底下的世界，我们比较难去看到。哦，对，又不是什么科学家可以用什么机器去探测下面的，所以当看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想象力，我就可以去想象地底下可以发生什么。或者是可以变成什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在你的想象，在你可以有想象的地方，我觉得是创作的有趣之处，就它可以打开你的东西，理解。两只眼睛，但其实你只要先定位。然后我定完位，我就可以把它用铅笔稍微描一下。然后这样是一个简单的折射区。是我刚讲的，但反正你做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对，它可以有很多的那个操作方式。等下再教你，现在有话。好，反正你现在就是想要它是一个这样的形象，对不对？那你还想要加翅膀进去？现在在想，不好意思，加翅膀要不要？好，翅膀有吗？还是它在旁边可以？我刚刚没有想过，如果说是在它。小一小在旁边，看到有没有？好啊，那你可以转，他在飞机上。就是看直飞有没有飞，就把它抓下来。这飞的这样也蛮可怕，蛮帅的，就是脚下来。然后这个是一般在飞。这张是不错。你可以转，这不错。怎么样飞的姿势是他想要的，对，怎么样飞的好看是我要的画面。那我发现他其他那个就是帅一点，近距离不要太远，那你就把它走。然后画的时候你可以先抓一个，比如说一个大概他在哪里飞，然后跟身体在哪里，然后翅膀在哪里，翅膀然后脚在哪里，脚在哪里，然后先抓一个大概之后再细说，比如说头的部分，然后因为它中间是鸟嘛，所以就给它一个鸟头，然后给它圆肚，然后给它一个尾巴，对，就是尾巴嘛，对，尾巴好。然后这边就是它身上的翅膀，然后超出去没关系，因为这样子比较有动态感，它从里面飞，从外面飞进来，然后这边再把它弄出来一个羽翼，其实很像飞机嘛，这样就好。然后接下来再把它画两只脚，两只脚就是两个椭圆柱就好，然后再把它弯过来，这样抓，这样抓，这样就可以。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去定位眼睛，这就在细修的部分。所以先这样就好，所以先抓一个大概，它要在哪里飞。好。哦，所以现在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化的方式去把老鹰的图腾给做出来吗？这样想象不错。可以。对，这是我要的吗？那你要画什么？对，我就把它。
先做一个蛋白生日。对。可以再把那个，再慢慢把它修，慢慢修出来。就是比如说，这边是它头，头在这里，然后这边是它的那个身体，全部在边侧。然后，然后这边是头这边接肚子，然后慢慢把它修出来，慢慢修好。你要去抓一下那个头这里哈，就是它是不是有嘴巴跟这边的接缝？这边把它分开，就头这边比较远，然后到这里嘴巴这样凸起来这块，然后就是它的特征再把它凸起来。好可爱，其实不会，还好大家都喜欢的。哎，超可爱的，但我觉得它有点喜感。可以保留这种喜感，你可以给大家看，不帅、欸。你这样是看不到。反正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他们两个在对话。写一点，然后你家这里的部分呢，把它画成是，就是这样子的羽毛感。